公管处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以及增进停车场经营管理服务的效能，将加路兰游戏区以及富冈地质公园停车场引进企业经营模式，预计在11月正式营运收费，建置智慧化的停车系统。台东东海岸加路兰游憩区以及富冈地质公园是非常热门景点，每每到了假期都会迎来非常多的游客来拍照打卡。而东莞处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以及增进停车场经营管理服务效能，将加路兰游憩区以及富冈地质公园停车场引进企业经营模式。而东莞处2013年起针对富冈地质公园在内的四处景区实施路园清洁维护收费，今年更在富冈地质公园以及加路兰游憩区率先建置智慧化停车系统。那个清洁维护费的收取的那个费率其实是一样的，那只是说那个时间不一样，我们以后就是等于说停车场收费的话就是以8小时来几次就对了。你超过8小时就是另外再收费，进出都有记录嘛，都有辨识啊，对啊，所以那个等于说之后都有一些数据可以利用这样子。东莞处也指出，智慧化停车系统包括了即时车位显示、汽机车车牌自动辨识、快速出入、电动车充电桩以及自动缴费机。而除了现金缴费之外，还具有悠游卡以及线上智慧支付等多元缴费功能，预计在11月正式营运收费。建置那个智慧化的停车啊，灯的系统，那就包含很多像即时车位的显示啊，然后汽机车他们一个自动辨识的一个快速出入，还有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那还有就是自动缴费机的这个部分的这些设备的引进，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提供给游客就是更方便、更便捷、更友善的一个停车服务。而智慧化的停车场也会记录车流、停车等相关数据，作为未来观光的参考依据。郑盼翠综合报道。